三澳门带你跃进高速 3G 时代。三澳门特约天气报告。收睇由三澳门大约嘅天气报告，而家由我耶达同大家讲下今日五月一号嘅天气。今日天气多云，部分时间有阳光，相对湿度介乎60%至95%之间，气温介乎摄氏20至28度，吹轻微至温和东北风。今日嘅空气质量指数系介乎22至64，空气质量水平属于良好至普通。预测听日空气质量指数，路边监测站同高密度住宅区系25至70，空气质量水平属于良好至普通。一般性监测站是40至60，空气质量水平属于良好至普通。波比话：听日多云有微雨，睇下卫星云图。预料位于中国东南部的一道高压脊将持续影响本澳天气。睇下未来几日天气，预测听日天气多云，部分时间有阳光，初时有薄雾，有几阵雨，气温介乎摄氏21至27度，吹微风，后转温和东风。星期一天晴，部分时间多云，气温介乎摄氏22至27度。而星期二同星期三都是大致多云，有局部地区性骤雨，气温介乎摄氏22至27度。睇下中国各大城市的天气。北京天晴，12至30度，上海多云，14至25度，台北多云，19至29度，厦门都是多云，18至27度，广州多云，20至27度。再睇下亚洲各大城市方面，首尔天晴，6至19度，东京天晴，10至19度，马尼拉多云，27至34度，曼谷有雷暴，28至37度，新加坡有雷暴，25至34度，雅加达系多云，25至33度。再睇下欧美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。好了，今天的天气报告完了，拜拜。